我是34号贝尔多，是一个资深的动漫迷。你要去日本当女佣？那为什么要做这种无耻的事情呢？以后有你的地方，我坚决不去面试。叶舒威，27岁，出身音乐世家，小提琴制作师。不行不行，怎么可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跟一个陌生男的谈恋爱？我坚决不会同意，我女儿找一个干木匠活的。这世界很酷。